Radio Jungle. Audio Jungle. 近期叙利亚战场情形突然恶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准备对叙利亚发动机打击，而且在4月10日就对相关航空公司发出预警称，叙利亚可能在72小时没遭到导弹打击，飞机无线电和导航设备可能暂时失效，要求所有相关航班安排好航线。这种举动俨然意味着已经将叙利亚当作成临时禁飞区了。这里的禁飞区是指某些国家或者某些组织在冲突地区划定特殊限制的空域，限制有关方面的飞行器在管制空域内飞行或者飞越。目前来看，禁飞区已成为大国干涉并对一个国家实施军事打击的重要手段。设立禁飞区不仅能够对相关国家进行军事威慑，更重要的是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对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更重要的是设立禁飞区后是否采取军事打击行动、军事打击规模、打击时间等都根据自身需要来定，从而将战争主动权掌握在大国手里。叙利亚战争之所以能够持续好几年不分胜负，是因为背后的大国博弈所致。而今地中海地区舰船密布，不管是陆地和海上的俄军都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但是来势汹汹的多国联军依然没有任何撤军的样子。目前在地中海上聚集了数十艘军舰，俄军在塔尔图斯港的舰艇也全部出动，并以战斗队形排列准备迎接可能的突袭。但俄军无论在武器质量还是在数量上都无法与欧美相比。尽管俄罗斯也在叙利亚陆地上的几个地区划设了禁飞区，但是效果并不好，就连俄军基地在面对可能得饱和攻击时都不敢说能毫发无损。当前的俄军能够成功自保就很不错了。面对多国联军可能发动的打击，叙利亚政府军已经将大量的战机临时转移到了有俄驻军的几个空军基地内，准备集中起来进行防空作战。多国联军则一边派出反潜机、预警机进行侦察，而且调动了多架空中加油机以及战斗机前往邻国土耳其，以便为下一步行动做准备。如今的叙利亚成为了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空袭的警报已经响起，临时的禁飞区也已经建立了。而那些人真的是为了和平与自由吗？如果没有俄罗斯挺身而出派兵驻守叙利亚，叙利亚只会比现在更惨。本文由火器营原创，抄袭地揪，图片来源。